另外一个吃板的地方在南投的水里，农家主人开着铁牛车上菜，客人就在龙眼树下吃自助餐，吃现煎的萝卜糕，还能够欣赏山景，这么棒的体验，难怪老板一开放定位就立刻秒杀。疫情之下，生意更是逆势成长。载满热腾腾菜肴的铁牛车缓缓开来，工作人员手脚利落，把一道又一道山产鲜蔬放上台面，群山包围下的农家上菜秀饶富趣味。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哦。我叫做阿贤啊，下晡要伫遮甲各位服务的阿贤哦。阿贤有烟斗哦，袂歹啦，较老淡薄啦。如果带女朋友的话哈，我们麻烦各位那个口罩戴着哈，万一这个电视上如果播出去，安尼假啦啦。终于等到开动了，所有人冲向目标，把盘面夹好夹满。夹了就是这个应该是菜头粿吧，然后还有那个豆腐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春卷，就基本上几乎所有的菜，我就想说，哎，蛮想尝试看看的，都夹了一点这样。我觉得这边蛮有那种乡野的那种情趣那种氛围，就是很质朴的感觉。爱玩内场的，就是感觉足紧足紧张，他们唔知会食无，唔知欢乐食唔够无安尼。啊，食春的我嘛足欢乐，讲是不是的菜是无介意食啥，食春。客人开吃，阿成校长肩撞钟，放下麦克风，赶紧改拿汤勺煮起面来。带女朋友可以两碗。大家两碗，两碗。啊，袂使你啊。都是你好食。那大碗叫伊家己来捧。女朋友才爱甲服务啦。米大有风味浓郁的牛肉面，还有麻酱面、肉燥面。虽然仿照餐厅那一套，不过这里多加了人情调味。你的那个头发很漂亮，看起来很可爱。怎么那个颜色的？蓝天白。好，那应该用蓝色的碗给你了。好啊。詹妈妈主持下的buffet大餐，食材来自当地，有炖猪脚、综合肉羹汤、酱笋焖苦瓜、花生豆腐、招牌萝卜糕、芭乐丝拌洛神花、自酿梅子汁，十足极简农家菜。现场没沙发，也没冷气，虫鸣总盖过说话声，但只要一开团，就一定秒杀。我知道阿成的家已经大概有十年的时间，可是我一直没有订到位置，到前两天他才告诉我有位置，所以我很高兴。然后我刚刚来的路上啊，就会觉得说，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会有什么可以吃的这样子，所以后来觉得，哎，就是他一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环境的时候就很惊艳。牛肉面、牛肉汤、猪脚、花生猪脚，很不错。走比较清淡的料理，因为我们不会像餐厅那么厉害啦，餐厅他们都很厉害。对啊，我们是自己喜欢吃的，跟现出来给客人吃这样子而已。有人忙着吃buffet，订不到位置的就来个窑烤面包。屏东旅游团开拔来到南投水里的上安村，把小小的面包摊给包围。这个原味跟亚麻籽，啊，还两件包起来，两件包。这个呢？那个是欧式面包，前面那个是蔓越莓。另外，这小姐吃到欢喜个，吃到不住嘴，一句话一个字，赞。这个时去八月，老张的龙眼结实累累，要再过不了几天，真的可以吃面包配龙眼。阿公在60年前盖了屋，随手种起小苗，就是要让后代子孙吃水果垂手可得。没想到多年后，就是靠着这棵龙眼树，让历经921大地震还有多次重大风灾的水里又能重现生机。我们时常在这个社区在办活动，办活动吃的东西呢，在社区的一些妈妈哈，我就邀请他们在我们家里，因为我们家里算是蛮大的哈，就在这一棵龙眼树下，
办很简单的一些法会。本来只是社区开会、聊天、喝茶的场域，在热情乡亲怂恿下，一步一步走向经营分享。我们这边都是农民嘛，农民都有农民的那种搬运车嘛、铁牛车嘛。好，那我们的厨房在里面，哎，坐一坐呢，用我们的那种搬运车、铁牛车，哎，那个蜗牛车哈，很慢的，哎，就呈现在这边。哎，啊，结果发现这个也是一种特色。哎，客人已经看到我的铁牛车在出来，大家都在那边打卡拍照。务农之家该是什么样，原汁原味呈现，人力来自邻里，创造社区共融。我今天也无义工呢，哎，阿贵爸无啊，有吧？有吧？阿我也无啦，哎呦，你提什么过来给我？菜色上，蔬果来自附近农家，像是著名的梅子，每年都腌个两大桶，才够造访的游客尽情畅饮。中破塞婆婆的手艺刚好派上用场。这个是那个花生豆腐脑，用自己浸泡的花生下去打的，觉得这个吃的蛮凉爽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出这一道菜。夏天的话是比较适合。招牌的萝卜糕纯米制成，是牛肉面以外最畅销的农家料理。萝卜的比例呀，我放比较多，这里大概是80个人的量。他们说他们喜欢吃我们家的萝卜糕。过去的农用车也成了面包车，最多大概是3盘了。就是欧式面包的部分，这已经是要二次发酵好了，这已经发酵整个晚上，这已经是第3批了。这个窑是谁做的、啊？我公公跟我先生，就是赶鸭子上架的。先生说怎么做就哦这样子烤，因为他就说你多烤几次，多超会打几次就会了。经典法国长棍也在buffet菜单里。配着洋葱苹果沙拉酱吃更接地气，看似不大的窑，肚里可是可以烤上20-30个南瓜吐司。其实儿子詹梦景学的是汽修，父亲鼓励下跟着专业师傅学习，才由摸机油转碰奶油，回家当起面包师。主要是我觉得他们的内场那个餐点太繁忙，想要减轻他的餐的量，然后我想说做一个这个窑烤。刚开始不是烤面包，第一个烤的东西是烤我们的蔬菜，有空闲的余温还有时间，我就用我的专长做面包下去用这个烤。原本是有是附近邻居分着吃，然后邻居说他们想购买，然后才慢慢的下去做这样子。小孩子要跟咱住啦，现在囡仔拢总是伫外口啊，爱青年伊就要转来跟咱住，咱就做感恩的啊啦。算是蛮。满足的了，嘿，能够跟儿子，能够跟第三代的这个孙子哈，共同在这边生活哈，也不错。詹妈妈主内，阿陈老板负责导览解说，儿子媳妇儿发展窑烤。当年的无心插柳，16年过去，竟也把一家人团结在一块。为人父的坦言，这是比浑然天成的山林绿意更美的景致。